此次标售第13期、14期从化区底费地，底价的订定是由市府委托不动产估价师办理查估，并经地价评议委员会和市地从化委员会专家审议决定。标售结果共计标托48笔土地，溢价仅约 7%， 显示底价符合市场价格，投标者无过度追价情形。在得标价格部分，经与从化区内实价登录价格进行比较，标售价占市价比约为 70% 至 110%， 显示此次得标价格符合周边市场行情，